用绞肉机来绞猪肉馅包饺子吃，把切好的猪肉倒入盘中，再放一点盐调味，放生抽、老抽，然后盖上盖子，插好电机，按下按钮，按两秒停一下，这样反复操作几次，只要十几秒，这个猪肉饺子馅就绞好了。有了这个多功能绞肉机，美食天天换着做。